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伊娃寻找大饥荒的第七期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下午我会和大家谈一谈星火中的灵魂人物张春元先生，他的思想，他写过什么文章，他做过什么事情，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张春元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在这个讲张春元先生之前呢，有一些小问题我和大家交流一下，也可能在以后的节目里每提前的两三分钟我和大家聊一聊目前发生了什么，或者我对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和大家聊一聊。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大家走近的一个很好的办法。现在呢也十月了，可以说是秋天了。在美国的家家户户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南瓜，看到菊花。那么我想起来秋天我在老家的时候，我的老家是陕西省的富平县。在秋天我的童年，我会跟着我的父亲母亲到田地里去收玉米。昨天我还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最近下雨比较多，家里的玉米还没有收。那么收到玉米以后，我们就会拿回家晒干，然后晚上大人小孩围着一个篮子就剥玉米。那么我们以后一年的粮食吃的就是玉米馍馍，然后吃的是玉米汤。这样的话从秋天吃到第二年的夏天才能有白面吃几顿。那我小时候的理想，我没有想过当作家，我也没有想过有一份工作或者干什么了不起的事业。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天天的或者经常的吃上白面馍馍，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当然现在我也长大了，这些理想我也实现了。那或许有的人说，哎，我很喜欢吃玉米啊，吃玉米很健康啊，玉米是多么有营养啊。但是如果让你天天吃玉米的话，就会导致你的营养不良或者导致您胃痛的。那但是在中国就是很奇怪，从解放以后的几十年，种粮食的人吃不到粮食，也有很多，那么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这些吃上粮食的人往往是歧视种粮食的人的。所以这都是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个中国特色。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大家来反省一下，想一想粮食和人的关系。其实人生而平等，种粮食的人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前不久，就在前几天，我看到纽约时报上有一条消息，就是中国的重庆的师范学院的一位老师叫谭松，他因为调查土改就被院方开除了这个学籍，他从此以后就不是一个人民教师了。那么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土改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是仍然是一个不能触摸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呢，在中国当一个作家似乎是一个当作家都成了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业。那么在过去呢，可能会被枪毙或者会被入狱，那么今天呢就是丢掉饭碗。当然如果你一个作家总是在歌功颂德的话，那么是比较保险的。那比如像郭沫若先生，大饥荒时期，那么饿死人的时候他还是在歌功颂德。比如今天的朱小平先生，就是农民那个杨改兰杀死了自己的几个孩子最后自杀，那朱小平也会说是杨改兰的错。那当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是不会有危险的。那么突然，其实我们天天享受自由，享受这种蓝天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能够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的确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那么今天我有这个大饥荒的栏目，能够讲自己想讲的话，也的确作为一个作家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哦。那么我想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或者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都会记得一首匈牙利诗人菲多菲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只有四句，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人物张春元先生，那么他的故事也和自由有关，和爱情有关，也和生命有关，那么更与真理有关。那在去年的9月份，
由民进的出版这个国史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书，就是《星火兰州大学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大约呢就是30多万字，作者呢是谭婵雪女士。那么谭婵雪女士并获得了2016年的刘冰燕良知奖，这个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奖呢，表彰他本着勇气和良知，为当代中国自由的英灵招魂谭婵雪女士历经磨难，坚毅不拔，恪尽后死者天职，坚韧而高贵。因为呢，我就是说巧合吧，参与了一些工作，后来今年的3、4月份我又回到了星火的案发地甘肃省天水地区武山呢进行了一些采访，所以对这个案子呢就是说比较了解。那在今年的1月和5月有2次我和历史民进的高发林先生做过2期关于星火的节目，就谈了星火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发生了什么，抓了多少人，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后来我们在5月份呢又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讲了一下星火案的涉案农民的情况，因为这些人呢是大家不太关注的，就讲这些农民为什么会涉案，他们会判了多少年刑，后来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当时每一期节目吧只有1个小时，我们要讲一个政治大案要讲那么多的内容，的确就是说不可能说对每一个人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人生的、他们的家庭啊、情感的情况都是没有办法展开去谈的。那么刚好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栏目了，所以我就想在以后的节目里把星火的案这个当年的全国第四大案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人生的经历和他们的很多的思想啊介绍给大家。那么其中包括当时武山县委书记的杜应华先生，还包括张春元先生，还包括向成建先生、何之敏先生，还有那个谭婵雪女士，还有一些涉案的农民的情况，可能我会陆陆续续的在大饥荒的节目中介绍给大家，就是说让大家对这些人物他们当年的思想和他们做过什么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介绍的是星火的这个主要的当时的发起人、撰稿人张春，可以说是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先生。他也可以说因言获罪，那么也就是说因为写作获罪，最后也是为民请命而失去了自己这种年轻和宝贵的生命。因为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一次。那么他是为什么会失去他的生命，那么在下面我会慢慢的告诉大家。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如果张春元先生是1932年生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今年也是85岁。那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饥荒，那么或许他还能活到今天。就是说，他如果活着就85岁了，他被枪毙的时候只有38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张春元呢，1932年出生于河南那个上蔡，就是后来那个艾滋病泛滥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说当年大饥荒的时候，上蔡在那个河南信阳也是死亡人数非常多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那一年发那个驻马店发大水，那个冲走数万农民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灾难之乡吧。那张春元先生呢，在家里是一个长子，父亲呢就给他起名春元，就说农村嘛也非常喜爱那男孩子，就把他当一个宝贝一样的。那过了几年之后呢，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就叫春佩，张春佩、张春元，兄弟两个。那么不幸张小春元在7岁的时候，母亲那个当年的那个医疗条件比较差嘛，他的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父亲没有办法，因为孩子也要养，家里也要需要人做饭啊、洗啊什么的，就娶了后母。但是呢，张春元的父亲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从小就把张春元送到书房，然后张春元从小呢就很爱读书，也写着一笔好字。但是这个
张春元呢就是性格比较倔，当时就有个小名叫倔强，反正就这一类吧，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他跟这个后母呢就比较抵触嘛，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就经常吵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跟这个继母又吵起来了。这个继母当时可能也有点残疾嘛，也是老怕别人嘲笑呀什么的，就把一碗热面就扣在张春元的头上了。这张春元那时候已经14-15岁了，小伙子是咽不下这口气，那桌子一拍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他就找到了一个汽车的维修厂，就问人家要不要学徒。那人家一看这个小孩也挺伶俐的，就把他留下，他就学修理汽车，学开车。那么在48年的时候，那个张春元呢只有16岁，那个解放军路过他们那边的时候在征兵嘛，张春元就去了。那大家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到，张春元是长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来又聪明伶俐的一个孩子啊。那部队又看他也会修理汽车，又会开汽车，就是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少的人才吧，就把他应召入伍。那么1950年的时候，只有18岁的张春元就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当时他们也得到了一个谁是最可爱人的这样一个搪瓷缸子，叫保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参加抗美援朝对张春元来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么，在在1950年的时候，他在53年的时候，他在运输给前方运输这个物资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爆炸嘛。那个炸弹炸的话，他当时就昏过去了，就昏迷不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反正好在就是说他胳膊腿啊也没有受到，反正没有炸掉吧。那当时就是炸死了，也就是炸死了，那个炸弹是不长眼睛的。那他的这个头部就受到重伤嘛。周道上他就回到了湖北那个医院去休养。那后来他就在1955年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湖北省民政厅颁发给他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伤残证。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张春元先生的这张照片是他当年伤残证上的一张照片，所以才能得以保留，要不然的话作为一个重犯他的照片我们都看不到。当时就是说查张春元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光荣负伤，致止残废，发给此证。那么当时就他转业以后，就到湖北给那个首长王守道开小车，就是说，但是他这样开小车呢，尽管条件还不错，但是张春元呢是一个不满足，按理说他可以躺在这种作为一个在朝鲜战场上受伤的这样一个残疾军人，他可以说国家可以养他一辈子的，只要他做一点点事情就可以生活一辈子。但是他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说我现在就是身体是受到影响，以后好比说长期开车呀，或者做一些体力工作，可能就有点力不从心，那我就应该好好的读书，做一点能够用笔杆子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工作。那么他就考这个考大学嘛，考大学他就考在1956年就考上了南大的历史系，就是调干生，就是说作为干部去的。那家里呢也就是减轻了负担，可能还有点工资啊什么，就是完全不需要家里来资助他。那么他就高高兴兴的坐了几天火车，就到了这个黄河边上的兰州，兰州也可以是西北的一个大城市，他就进入了兰大学习。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就是说祸从天降哦。1957年，毛泽东就说发起了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反右运动，当时还没有反，就是说就让大家给这个党提意见啊什么的。当时就说不提意见还不行，你不提意见呢，说明你不爱党，你不相信党。就总之要让你，就说那几个月就是说白天晚上的开会要让你提意见。中国的运动就是说来的时候那就是狂风暴雨似的，你讲话不讲话也是不能过关的。当时兰州大学呢就是车轱辘转，半夜也开，晚上也开，那就开始了。就当时的你像张春元那个时候也不过是24-25岁嘛，怎么能够想到毛泽东是在引蛇出洞呢？怎么能够想到这个伟大的领袖，就是说非常爱的领袖，是在设一场，就是说设一场局，让你们就把话讲出来才收拾你们呢？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那他也跟他的同学就贴出了
兰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就给兰大提一些意见，比如说，兰大的历史的资料比较少，或者给老师提一点意见，或者给书记提一点意见。但是没有想到，到下半年的时候，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甘肃省的反应也是不得了的。那兰大的就打成了很多的右派，很最小的右派，像何志明先生当时只有20岁，那说个笑话都是乳臭未干，还是个小孩子呀、啊，在20岁，在我看来，张春岩年龄稍微大一点，那么也都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以后，他们就不能在学校继续读书了。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学生打成右派就不可以继续读书呢？就把他们下放到甘肃省的天水地区，当时就有41个，包括老师，胡晓宇是老师，像谭婵雪、何之明、向成建，还有苗庆九，他们就到了甘肃的天水，就分成好几波，有一些在天水，地区，有些就到武山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了兰州大学的女同中文系的女学生，当时只有22、23岁的谭婵雪，那时候谭婵雪可以说风华正茂，非常的美丽。她也是因为日记被别人偷看，然后打成这个右派了。那么可以说在苦难之中呢，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吧，就是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的慢慢的相爱了。他们在兰州的时候并不认识，是因为都变成右派，到天水之后接触就多了嘛，来往也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张春元，张春元呢，不但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勇敢的人，在战场上他也是不退缩的。那么他同时呢，也是一个爱好非常丰富、非常有才华的人。就在打成右派之后，他刚好他懂一点修理拖拉机啊、修理机器，他就一个人就在拖拉机厂，也没什么人，时间比较多，他就用这个时间呢，就埋头奋笔疾书吧。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就叫《中朝儿女》，就寄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那当时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有过亲身的经历，而且对党也是非常有感情，觉得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入伍，能够去抗美援朝，然后能读大学，觉得是，就这个时候他也是对党充满了信心的。就这个剧本呢，很快就发表在这个电影文学的1959年的6月号，但是当时呢，因为他是个右派身份，他就用了司马南这个笔名。当时呢，长春电影制片厂呢就打算把这个电影剧本拍成片子，就来信，那个时候都是要叫外调嘛，就要调查一下这个作者是什么身份，看看怎么样，就是说要查一下。结果一查呢，人家一听说是右派，那也就作罢了。但是当时因为这个文章呢，这个电影剧本已经发表了，就给了张春元有600块左右的稿费，那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额的资金。后来呢，他就把这笔稿费给他的女朋友谭婵雪，作为南下去广州以后去香港能够寻找一些外援的资金。当然，他们的计划最后可以说都是泡汤了哦。都没有实现，但是，就是说他的这个作品呢，《中朝儿女》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也都找到了。这些学生下放到农村以后呢，就和农民一起住在老百姓家嘛。我讲的有点快，嗓子有点干，对不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干活，那当时也是大跃进后期以后，大饥荒开始的阶段，他们就看到农民每天都吃不到东西，能吃到呢就是树皮、野菜、清汤，食堂也就陆续关闭了。那就是说，可以说大饥荒就发生在他们的眼前。当时就是说，农民也有很多的顺口溜谈论到当时的一些情况。那我去采访的时候也听到很多，当时农民就说，毛主席万岁，喝虎虎排队，白天喝汤，晚上尿尿尿炕。那个农村那个老太太还说，拄着拐棍，扶着墙，走到食堂喝水汤。就是说，很多的不要说老太太，就是20来岁的年轻人，走路都是要拄着拐棍才能走动，或者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就对那个时候，就人已经，你想一个人如果吃不上饭，10天半月就基本上就是这种状况了。那但是呢，到那个时候，不论人民日报还是在说我们现在形势大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
就说都是成绩好的不得了。那上面的干部呢，那下面的干部当然也是说齐上瞒下，就说哎呀，我们给农民的生活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取得了丰收。其实当时谈什么丰收啊，因为大跃进之后很多的农田根本就没有人管，那很多的粮食就收不回来，收回的粮食也被征收了，农民家里可以说有的家呢真是搜不出一颗粮食来，就到那种程度。那么谭山雪的呢，就张春元其实后来他已经没有办法记录当时什么，因为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嘛。那谭山雪女士的这本求索，大家看一下，这其实它是星火的前身，这个书我已经有了七八年了。那他的房东就是饿死的，那房东的老大也平时都对这些孩子们又怕农民不懂得政治，他对这些孩子们都非常的好。那星火这本书里面就记录到谭山雪他们有一天放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篮子，盖着毛巾，就说在卖包子。当时包子呢10块钱一个，就非常贵。这些右派呢是没有钱买的，也只能是说，就问了说，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有猪肉呢？这个人呢就说卖包子的人就说，哎，我们家刚好死了个猪娃子，刚好呢我们家还有点面，就赶紧做点包子卖一卖，也就是卖点细粮，我们再能周转的吃点粗粮，反正就这么说的吧。那谭山雪他们也没有钱买呀，那个老右派也只能看一看咽咽口水，回家该吃喝糊糊喝糊糊，该吃野菜吃野菜。那但是不久呢，就传出来，就是说有人吃到这个包子里面是有指甲的。那就是说当时大家就说吃过人肉的人眼睛是红的，就看起来很比较害怕。那从此以后，谭山雪也比较观察周围的人有没有以红的颜色。那其实就是饥荒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一些介绍人，打引号的介绍人啊。因为好比说张家死了人以后，张家的人是不忍心吃掉自己的父亲，吃掉自己的孩子。那么离那个庄子呢，又死一个人，当他们也不忍心死。那么有一个中间的人就告诉张家说，哎，李家死人了，到李家说张家死人了，把这个中间的两个人换一下。那当然这个中介的话，他是会得到好处的，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就可以想一下。那就是说，当时已经成了，就这样的话，就是两家一换的话，吃起人来就觉得反正不是我们家的人，总之就是活命吧。那个时候也顾不上多想，那个就是这样的。当时呢，就说农民家里可以说饿死人已经是习以为常了。那不饿死的人呢，一般来说是干村里的队长啊，这个保管员啊、会计啊，他们会偷偷摸摸的分一点，或者偷偷摸摸的拿一点。那这样的话，还可以让家里人能够不说吃饱，起码就说能活下来。那还有一些人呢，好比说手脚麻利、年轻，那还有办法说，偷偷的去偷点生产队的东西。那你说像过去的妇女都是小脚，或者已经都饿得生病的人，只能瘫在床上等死，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混下来，还有一些人呢就逃跑嘛，有办法的人，脑筋灵活的人，或者身体还可以的人，有些就往新疆跑，有些就往陕西跑。那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会给大家介绍很多往陕西跑的一些例子哦。那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其实也不是孩子，当时20多岁，他们就看到，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不讲话，我们可以明哲保身。他们其实是落难了，已经都是右派身份，也进就是说国家的敌人了。但是就觉得他那个谭山雪女士就跟我说，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孟子说过的话，闻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是说这些南大的右派学生就觉得，这真的是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就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就说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呢？那张春元就，他也是有一定的，尽管那时候他也只不过是一个25、26岁的年轻，26、27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就觉，但是他还是很有这种分析能力和思考能力，他就觉得解放以后中国农民的地位，听起来是当家作主，但是呢，他们的土地、牲畜、农具都被掠夺了，他
他们没有一点点自由，他们不可以进城找工作，也不可以说甘肃省到北京去，或者是上海去，或者到陕西去。他们首先户口就把农民绑在了土地上，那么农民就成了套上枷锁的奴隶，就甚至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么张春元就跟这几个老师啊，好比说胡晓宇啊，这些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国家的命运会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说因为当时禁锢也很厉害，他们其实得不到任何的资讯嘛，那个时候就是不可能有电脑呀，也不可能得到一些内部的文件呀什么的，就大家经常在一起商讨这些问题。1956年的11月，张春元、顾燕、胡晓宇、苗庆九就在天水的一个小旅馆，当时也是要非常小心的就讨论一下，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住在好几个地方，见一次面也很难，除了这个地理环境的缘故呢，当时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就是说我们见个面这么难，我们需要一个杂志把我们各自的思想啊见解啊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便于交流，那么以后的话这些东西也可以往外发，就是让大家就做一些启蒙的工作吧。当时呢大家就同意了，然后呢就张春元呀、胡晓宇啊、苗庆九啊就组稿，然后当时顾燕先生呢他是南大物理系的，他就提出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杂志呢就叫星火，然后苗庆九还有向成建先生在武山他们有一些条件，然后他们就刻板。那么在1960年的元月，这个星火杂志呢就诞生在武山县，当时呢其实只印了30多份，并没有往外发很多。那个张春元先生呢就有2篇文章发表在星火的第一期，就是粮食问题，还有一篇就叫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的剖析之一。那么就是说其实在我个人做大饥荒研究之前呢，我也是很愤怒的在质问，我说大饥荒饿死这么多人，那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难道都眼睛都瞎了吗？耳朵都聋了吗？为什么没有人喊？为什么没有人说？为什么没有人讲这个事情？其实是有的。那么在2012年，我就来到了天水，有一个跟谭婵萱女士相识的一个女士，就赠送我这本书《求索》，这个是也是其实是那个谭婵萱女士自费出版的。那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其中就有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星火。我拜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都觉得感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在50多年前，那个真的是万马齐喑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可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中国人民都跪下了，大家都在喊万岁，但是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他们对这种集权制度进行的那种剖析批判，可以说真的是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给我们很大启发的。那么就说他们当时别人跪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伸出指头在就是说在批判毛泽东，在可以说就像一个解剖师一样的来解剖这个体制。那么其实到今天可以说，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依然是非常超前的，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些先知吧。今天其实很多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他们50年前的这种认识。那今天呢，我觉得历史是需要细细讲的，对先知的思想我们也是要细细讲的。那么今天呢，我就会用一些时间把张春元先生的其中一篇文章给大家念一下。那或许大家觉得一个访这个节目中念一篇文章好像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太长啊，或者是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好好听听他们的声音吧。这个叫粮食问题，张春元。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一切都在大跃进，到处都是奇迹。比如最近人的胃口也在跃进，进度实在惊人，吃分甚急，
粮食到处呈现紧张，这甚至惊动了专门为人民服务的部门、部长阁下和委员们。他们说开会讨论，一连贯的高喊上马，说别人是小脚女人的一家之主，也不惜给自己戴上一项保守主义的帽子，说要解决粮食问题需要十年的奋斗。那家自称是人民日报，也不值一句什么。说大跃进的五八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比1957年增产一倍。瞧，总产量7500亿斤，每人平均1200斤。瞧，奇迹就出现在这里，每个人一月有100斤口粮喊不足，喊叫喊紧张，无怪乎我们伟大的领袖说，总在人们的食道上抓得很紧很紧了。是不是咱们老百姓、小老百姓吃的太多，胃口太大？不，绝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供应标准，农村人口平均只有27斤原粮，还有15斤呢。今年下收，每天三两，三两下收，那个怎么能吃饱呢？秋收之后略增，11月又跌至每天三两。城市人口在原来的控制下、严格的标准下，每人每月又节约10%。正因为大家吃的不够太少，所以都想尽力的塞饱肚皮，粮食紧张、吃分盛行，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粮食为什么会紧张不足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的农民问题、制度问题、生产方式、经济税收、对外贸易等等等等。这里提出几点意见，共同探讨。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了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一只手却狠狠的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超强制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共、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戴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出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搜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的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请想，农民在这种残暴的措施下，对于自己没有丝毫利益的生产劳动，怎么能够发生兴趣，怎能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当前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所以，无论是40条纲领也好，8字宪法也好，必将成为一纸空谈。这个话真是很大胆哦！8字宪法当时是毛泽东的指示，他说一纸空谈，这不是真的说难听话是找死。所以都不可能对发展农业生产有丝毫作用。相反的，农民对这种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重担，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反抗斗争，以消极怠工、破坏农具、敌视政策到揭竿而起，极力来破坏与讽刺这种奴隶式的统治，争取自己的生存的权利。当今的统治者除了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外，在农业生产上走了另外一条最简便、最省力也是最低能的道路，盲目的扩大粮食增产数量，用这种数字来麻痹自己、恭维自己，用自己编造的账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试问，用这些天大的数字来决定农业税收、统购任务、出购外销、工业等用粮，必将使广大人民勒紧裤带、吃糠咽菜、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就是统治者一再吹嘘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这种慢性自杀的社会保障，必然使广大农民携老扶幼、免费专车到处流窜，结果是农业人口锐减，农村劳力紧张，田亩荒芜，生产量递减，生产力受到摧残和破坏。撒谎、欺骗、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上到下，大家都经历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发福。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生动的例子：一个全省文明的重点县，一个全县文明的生产单位。这个队为了争取荣誉、夺得红旗，非常遗憾，
象征光明、热情、自由和鲜烈鲜血的红旗，竟然被玷污到这种地步，可悲！连夜发动群众，把成熟的玉米从一块地移植到另一块地去，然后各级书记们敲锣打鼓，大嚷大叫，恬不知耻地把这种丑事说成是丰产，然后汇报成绩、总结经验、登报表扬、发给奖状。但可悲的是，粮食征收机关像凶狠的债主似的，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丰产的数目征收公粮。这一下，生产队的干部才知上了大当，吵吵嚷嚷的叫苦叫屈。而挂帅的书记说：“你虽然交多了粮，但是获得了荣誉啊。”这句丝毫没有讽刺的绝妙话，使中年劳苦奔波、风吹雨打、压断脊梁的人们啼笑皆非，最后还得勒紧裤带。不过，人们在啼笑皆非、勒紧裤带之余，首先感到的是什么呢？我敢说，那是愤怒，是憎恨。当今的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理，呸，还有脸称是社会主义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起码的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在国际市场上像个败家子似的漫天撒钱，不是今天也在撒钱吗？一样的哦，搞暗线、丢人不讨好的生意，单纯的追求一些形式的名词，自己在左右开弓的打肿了脸，让人家说他是胖子，用援助、救济、不等价交换等名目，自己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向所谓友好的国家送秋波、送美眼，好让人家在报纸屁股上说声发福发财。另外又用倾销、自由竞争、控制市场、换取外汇等手段，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能力，装成一副纸老虎，吓唬一些神经脆弱的人。在这种可笑的政策下，许许多多的农副产品源远外运，形成了粮食、石油、蛋类、肉类和加工食品的定量的定量，减少的减少，脱销的脱销，绝迹的绝迹。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要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一真理踏在脚下。当今的统治者在粮食问题上所玩弄的把戏，绝不对，绝不止这些。不过，仅仅这些，人们就看出当代社会和政治的本质。可以看出，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粮食问题，其实也就是农民问题，已经像一座火山，越来越重的压在当今统治者的脊背上，有朝一日会把它压得粉身碎骨。这是在《星火》的第一期张春元先生的粮食问题。我觉得呢，只有全部的念出来，才能够看到张春元的这种思想的这个脉络，也我觉得也是对他的一份尊重。我们也知道他当年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的，深刻的哦。那，当时呢，就他们这些文章出来以后呢，他就派这个他的恋人谭婵雪女士去广州，就是说去广州能不能去香港争取到一些外援，因为看到人天天都在死嘛。说如果我们早一天行动，或许能够救一天人。但是呢，谭婵雪女士到了广州以后就被抓起来了，不成功吧？被抓起来以后，那这个张春元先生呢，听到自己的恋人被抓了以后，他就马上到了广州，想去救这个谭婵雪，但是呢，救也都救。他也是很快就被识破了吧，就把两个人就分别的抓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人很聪明，也有这种很天真的一面，非常轻信别人。当时有一个监狱里面有一个医生嘛，张春元就很急于联系到谭婵雪，就经常写一些条子就托给这个医生说啊，医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能不能帮助我一下。他说我的这个恋人哦被抓起来了，能不能就是传个条子知道我来了。但是呢这个人呢，但是这个医生吧是很表面上是说好，但是呢偷偷的把这所有的条子都交给了上级部门嘛。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张春元的身份也都就暴露了，他们就知道他是兰州大学来的学生，是来营救谭婵雪的。但当时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春元是很爱谭婵雪的。我觉得
作为一个思想家也好，作为一个先知也好，那么他也有非常这种侠胆柔情的一面啊。他当时给谭山雪的信，这些条子因为留下来了，是这样，我简单念一点吧，因为也是要节约一点时间。他就说，雪医生答应帮忙，我感谢他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上几句话让医生交给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也不怕，也不要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是最近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快给我来信。那么他又过了两天又给谭晨雪写信说，今天呢想见你呢也见不到，我们一墙之隔也见不到面，真的是没办法，我给你写了两次信了，你收到了没有？那么他就一直在7月27号，他给张春元给他这个谭晨雪写信，就说，雪，我们能在一起坐牢应该说是天作之合，我们的感情并将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愿我们能够同出同进，生死不渝。那的确是苦难中的爱情啊，我觉得这个比梁山伯与祝英台要令我感动多了，因为他们是为了大众去坐牢的，不仅仅是说为了个人的这种生生死死的爱情。那么张春元在开平的看守所就写了一首诗来明志吧，诗是这样的，牢门之遮日月，只见一线天，只要骨头硬，只要硬骨头，铁门也得穿。但是呢，可惜呢，这些东西这过了40-50年，谭婵雪女士为了写这本书的时候，才在档案中见到了这个一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说，当时其实中国那个社会是鼓励人告密的，鼓励人揭发的，就是人的那种对人的这种善意和同情心，就是一点都没有了。那么过了1-2个月以后，就把张春元和谭婵雪全部押回那个天水嘛。押回天水以后，但是张春元呢就不甘于，就是我今后的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甘于在牢中这样度过，然后他就不吃不喝，自己糟蹋自己的身体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就非常不好了，不好了以后就把他送到那个监狱的医院给他打针啊什么的，然后慢慢他恢复了，恢复了以后他就有一天，他就趁着那个值班的人员不太注意的时候，就偷偷的，就有一本正经的，人家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就溜出了医院。溜出了医院，他拦了一辆车，就到定西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找到了自己。我看他的好朋友叫王汉光，王汉光当时也是右派，也是生活特别穷苦，全家老老少少就住在一个窑洞里面，就那甘肃那边的洞里面住着。但是呢，他也是尽自己所能吧，就给了张春元20块钱，给张春元了5斤粮票，说，兄弟，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就说你在我这里也是住不下的，因为会被别人监督嘛，也会被马上抓起来的，说你自己要保重。那么张春元就拿着这个20块钱、5斤粮票，那么他就马上就到上海来找林昭，但是林昭那个时候呢，和这个顾燕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张春元也没有见到林昭。那么他就以林昭的母亲的名义给林昭写明信片嘛，因为当时他也不敢说他是张春元，这样的话就会人家会马上来抓他的，因为他已经全国的通缉犯了。他的信中给林昭是这样说的，给林昭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斗争，只有敢斗争的人才敢于胜利。那么他自己也，但是不幸的是他在杭州的时候，就因为当时是把他当作流窜犯，但是7省8省，因为杭州的那个警察公安局看到了甘肃省的通缉嘛，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就把他送回了那个甘肃省。那么到甘肃省以后呢，就把他送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当时其实判刑呢给他是无期徒刑，并没有判死刑，但是当时的话他也知道他的同案犯甘肃省武山县的县委书记杜应华是在就是在一个院子里边的，他就偷偷的让这个送饭的人就说是给就熟悉以后非常相信以后，他就是说能不能给我带个条子给这个老杜。那么这个送饭的人呢，他本身也是犯人，就说可以。那么这样张春元呢跟这个杜应华就
前后递过几次条子，就说我们将来出去怎么办。因为当时杜颖华判刑呢只有五年，那么再坐上几年他就能够出来了。但是在一打三反的时候，这个上面就吓唬这些犯人嘛，就说你们有什么必须交代，交代了呢你们就可以减刑啊，早点出狱啊，早点和家人团圆呀。然后这递条子这人就很害怕，就把张春元和杜应华之间的这个书信来往呢就老老实实的就交代了。那刚好碰到一打三反的时候呢，那因为毛泽东当时下了文件是要杀一批的嘛，甘肃每一个省也是有一定名额的，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贼心不死，还要策划新的这个暴动啊什么的，就是说把他们要枪毙了。那谭婵萱女士在狱中的时候也有跟当时就说怎么样把人性都是不灭的，也有很多人同情她，就悄悄地告诉她说谭婵萱那个对应张春元已经去兰州了。谭婵萱一听呢就知道不好，说去兰州没好事。那么谭婵萱就委托信的人就说是如果你能够的话，你告诉张春元他永远都活在我的心中的。那在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也采访到了当时和张春元先生最后的十天关在一起的王中一先生。那么他也在这个《星火》里面有一篇他的文章，就叫《池子真情，壮士昂首刑场心》。那我也采访了他，就是说我就是很想知道张春元最后是什么样子。那么就是在1970年的3月10几号把他们监牢了，就突然来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张春元。当时呢也可以说都是冬天嘛，也很冷，但是呢作为一个重案犯，他是手是这个背靠，靠在后面呢还没有裤带，又可能怕他自杀什么的，就他的靠在后面，他还要骑着自己的裤子，还要拿着自己的，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行李，只不过只有一个缸子是吃饭的，就是他这个抗美援朝下来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这个缸子，他要喝水啊吃饭呀。然后脚上是几十斤重的脚镣。那最后就是给他要判刑要枪毙他了嘛。其实人家说共产党人什么砍头之当风吹帽，其实每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可以说都是，就当时张春元就很就情绪非常的激动吧，但是就是说插翅难飞，你必须面对这个事情的，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说能够逃脱自己的这种死刑。那他就反正就是也没有办法了，他就跟这个王中一说小王啊，你也是军人，我也是军人，那如果你愿不愿帮大哥办点事情哦。当时这个王中一也是20多岁小伙子嘛，他在狱中就说说我是军人，我说话算数，你有什么你就告诉我。张春元就说小王，我有一个女朋友姓谭，谭嗣同的谭，那么现在我要走了，那如果将来你能出狱的话，你能够见到他的话，请你告诉他我对不起他，以后他好好的再找一个爱人，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就说我不能够陪同他走完人生的路哦，很抱歉。再一个呢就是告诉他我做的一切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那么我也死而无憾。那到了那天的早晨，因为当天要枪毙人嘛，在那个牢狱里面还吃的比较好，给他们有了白面馒头吃，还给他们点白菜，还有点肉啊什么的。张春元呢就说，就跟这个他其实当时那个手还是在背后的，他吃饭的时候是把一个筷子插在嘴里，然后用这个筷子戳着馒头，然后他当然可能在中国的监狱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很少听到这种的。他吃饭的姿势只能把那个馒头放在炕边，然后趴在那里，就像狗一样的，就像狗一样的吃。但是他又很自尊，他从来不论是大小便啊什么，就吃饭呀什么，他都不让任何人帮忙，就说我自己来。然后就趴在那里
把这个饭吃完，他也尽量的不喝水，就因为喝了水要小便的话要麻烦别人，他就也尽量不麻烦别人。他临行的那天早晨，监狱给他了一个馒头，是白面的，他就跟这个王忠义说，说小王，他说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请大家的，你能不能把我这个馒头掰成20份，有多少人掰多少份，那么大家每个人吃一块，就算我请大家了吧。那个王忠义说，说大哥，那你也不能空着肚子上路啊，反正大家都知道要出去了嘛。张成运就说，哎，我吃了也是浪费了，还不等消化呢，还不等消化呢，人就走了，就反正就是就这么说吧，就说那王忠义就把张成元的最后一顿饭，把那个馒头掰成20几块，每个人可能就是说能吃到20一个馒头20几块，那也就是说吃到这么一口，那么到这个吃完，张成元就被拉出去了。拉出去那个时候，当时当然王忠义在牢中也不知道，谭婵雪在牢中也不知道，那过后才去问嘛。当时是在兰州开了一个外人大会，那个真是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开完那个外人大会之后，就把他们，那个时候犯人根本也不可能都是五花大绑的勒的，就已经也不可能有喊出任何声音了，那时候最怕犯人喊口号嘛。然后就有游街，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案子是全国的四大案子，而且在一打三反中呢是要造声势的，就在兰州整个游街呢，大家也都是像看热闹一样。那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也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也可能觉得坏人嘛就应该杀头。那么在游街之后多少人之后，就把他们拉到兰州的郊外焦家滩就枪毙了。其实他的尸首其实现在他的尸首在哪里根本也都没有人知道，就当时那个跟他的同案犯杜应华也枪毙了，张春元也枪毙了。你现在去找尸体也都是找不到的。那么张春元的恋人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在一夜之内把白了这个事，他当时年轻也很年轻呢，只有30多岁，那就一夜白了头。那我也对谭婵雪女士进行过采访，谭婵雪女士我觉得她也没有在我面前哭啊或者是什么，她就只是跟我说张春元一直都活在我的心里，我的心中，她的那种人生的理想，她的品德，她的为人，就是说我永远都会怀念他的。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兰州大学呀，天水的法院呢，就包括上海对顾衍呐，对林昭都进行了平反。那个平反书呢，也就是一张纸吧，几句话吧，就是说他们当年办这些杂志也是无罪的，那么现在就算平反了。问题是我觉得一张纸对张成元有意义吗？一个年轻的生命对这么一个平反书有意义吗？那么就是到现在兰州大学也没有给张春元开一个公开的追悼会，也没有说给他做一个雕塑或者给他做一个衣冠冢啊什么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纪念张春元先生，就包括谭婵雪女士的书也不能在国内出版，然后当然刚好我们就是民进出版社就帮助他出版了。那么星火这本书呢，谈那个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理群先生就为谭婵雪女士写了一个序哦，这个序写的也非常好，有一段话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正是这些已经被打入地狱的右派林昭、张春元、谭婵雪、向成建们挺身而起，而维护了理想真理，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
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和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他的星火战友们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筋骨和脊梁。也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被摧毁、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但是这又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那去年就说我采访谭婵雪女士的时候，也是帮助协助她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她的书稿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难过。那我写了一首诗，就叫读你的文字我的心碎了，那在网上也能够找到。今天呢，当然可以说生活大家生活节奏也非常快，天天都是手机电脑不离手，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诗的。那趁此机会呢，我也想读两句，表示我对张春元先生的怀念，表示对他的敬意吧。今天活着的人，请求你们记住张春元这个名字，他是为我们而死的，他死在万人振臂的欢呼雀跃中，他死在万人高喊万岁万万岁的声音中，他死在以杀人为节日的屠刀下，他死在世人无知的和麻木时代，他在他的面前沉默的人皆是罪人。我不知道他的坟茔在哪里，无法献上一束鲜花，我不知道他的墓碑在哪里，无法点燃一炷香，我有的只有无尽的眼泪，留下浇灌他身旁的树木，躺下滋润他枕间的草木。星火，那用良知、勇敢、智慧和生命点燃的一粒星火，星火，那心是颤抖的，血是热的，灵魂是圣洁的星火。我也相信张春元的名字会和顾准、林昭、张志新、郁乐克、刘晓波在一起。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在那个网上呢就能够买到星火的那个电子版，那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在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也会陆续的给大家介绍星火中的其他的主要参与者和涉案的农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有点感冒，声音可能有点问题不太好，对不起啊，谢谢观众，谢谢导播，下期见，谢谢。